这里的沙面就是极具西方的特色，还有那些欧陆风情的建筑。大家来到这里，你会看到中西汇合、文化交融的一个地方，一砖一瓦都有它的故事。时光就在这里慢慢的流淌。哇，沙面真的很漂亮，你看绿树成荫，美不胜收，太好看了。沙面它也叫石翠洲，它是由珠江冲积而成的，所以呢叫做沙面。它是我们国家的5A 级景区，也是称为露天的博物馆，也是我们国家文物保护区。这里有150多座的古建筑。在宋元明清，它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的通商口岸。然后鸦片战争以后呢，它就会变成了我们的英法租界，曾有10多个国家在这里建立了领事馆区，9家外国银行，还有40多家洋行在沙面经营着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沙面西桥。这座桥呢是建立于1861年，是我国少有的3孔的红砖的石桥。这个红砖呢是当时从国外进口过来的，大家想象一下，我们现在一河之隔，那边的马路车水马龙，热热闹闹，这边就是非常的宁静，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大家走在这里呢，就感觉好像走进了时间的画廊，静看的百年时光如流水。我们的沙面就是花城，是花城，你看到处都是花，绿树成荫。平时有时间大家可以来这边做一下运动啊，然后看一下花啊，然后会感觉到来到这里心旷神怡，好像走入了一个时间的画廊，跟外面是形成的不一样的感觉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极具西方特色的建筑，有点像我们的哥德式的建筑。你看，这个大门还有这个墙，就跟我们本地的闽南特色的建筑有点不一样。大家可以来这边拍照打卡。来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雕塑，这位老师拉着小提琴，后面的几位小朋友在学习着音乐，非常的惟妙惟肖，可爱极了。出了一身汗，好舒服啊，心旷神怡的。大家也加入我们吧，一起跑步做运动。好，这座教堂呢就叫路德天主教圣母堂，它是建于1890年，它原来是法国领事馆为他们的教徒所设立的。现在呢已经有很多市民来这边拍照打卡，还有星期天还有人做礼拜的。来，大家请跟我来。好，到了，我们进去吧。
多哥德式那种建筑。是很多网剧的拍摄的地点，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这边打卡拍照留念。就人居融合一起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两座炮台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在百年前这是多么激烈的战争场面，然后现在我们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大家享受着幸福的日子，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我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也说，他们在这里吃那个艇仔粥，味道可鲜美了。这里曾经也是很多的渔民小艇聚居的地方，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广州市商面体育俱乐部，这里呢曾经呢是洋人在百年前建造的网球场，现在里面的设施一应俱全，有羽毛球场、乒乓球场、篮球场，还有游泳场，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这里健身，我们身体健康，精神棒棒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每到周六日或者是节假日都有很多市民在这边做体育健身，然后里面还有篮球场、羽毛球场、乒乓球场，供市民娱乐、强身健体的一个好去处。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广州市的志愿者驿站，这个呢在沙面是有很悠久历史的，大家可以来这边体会一下做志愿者的感觉，因为有很多市民还有中外的游客，他不知道走哪里啊，路不知道怎么走呢，他就来这边问那些志愿者。我们曾经说过嘛，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不是说它有多少高楼大厦，而是看它有多少志愿者在服务。我们常常说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大家来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活动，还有奉献一下大家的志愿者精神吧。好，现在我们过来看一下，很多市民在这边休闲娱乐，广场舞、唱越剧，大家互相辉映，就形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。大家可以出出汗，然后锻炼身体，然后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的广州白天鹅宾馆，这座宾馆建于1983年，它是我国中外合作的第一家五星级的宾馆，是由我们爱国商人香港的霍英东捐建的。
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标，这个故乡水。这里极具闽南特色的建筑，大家也想象一下，在这边拍照的、打卡的人都非常多。你看，很多广州市民、中外的游客一起在这边拍我们这个故乡水，的确有一番风味。来看一下。这里呢，我们也是可以在这里尝一下我们的粤菜啊、点心啊，因为食在广州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。欢迎大家来到绿树成荫。中西文化汇合的广州沙面，希望你们来到这里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闽南特色，欢迎你们来这里做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广州的虾饺，因为里面是很多虾，是我们传统的特色点心之一。喝早茶就一定会知道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点心皮蛋瘦肉粥。这个多吃对身体好。好，接着我们尝一下这个蛋挞。蛋挞呢，我觉得好像是中西交合的一种点心，它有西式的做法，有中式做法，就是好像我们粤菜就是点心那些，就是有中外的一种交流混合。好，我们来尝一下这个蛋挞。好脆啊，非常好吃，你看这个还一直在掉，很好吃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瘦肉肠。里面有瘦肉还有葱的味道，它已经融合在一起了。我们接着来尝一下这个虾饺，广东话叫虾饺，里面好多好多的虾，我咬一口。看现在哇，好多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我们广州的花城广场。你看，这里是我们广州珠江新城的中轴线，在这里呢，你看绿树成荫，流水潺潺，很有一番田园的风味哦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市民在这里休息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是12月，广州是冬天，但是现在气温很适宜，阳光很灿烂，广州的确是一座很适宜居住的国际化大都市。在这里珠江新城的 CBD 中轴区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际化的跨国的公司在这里工作，然后有很多市民在这里休闲娱乐散步，共享下午的美好时光。大家也可以来这边玩一下哦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广州的花城广场。你看今天中午阳光灿烂，气候很暖和，真的是一个游玩的好时节。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市民呢，还有是很多小孩呢在这里玩耍，然后在这里休息，真的是广州的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。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广州图书馆。这个是广州最先进的图书馆，因为广州呢也不是文化沙漠，它是有很多市民喜欢阅读看书，好像每一年的南国书香节也是，广州是一个爱读书爱学习的城市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广州大剧院。这是广州最具特色的大剧院，里面有美术展览，然后歌剧院，这个是一个广州你们享受文化盛宴的一个好地方。好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广州地铁的 APM 线，现在我们就是在大剧院，下一个站就是海心沙，然后第二个站呢就是广州塔天通 Tower 小蛮腰，我们很快就到了，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吧。好，我们上来了 ，Let's go。列车将启动，请做好扶稳。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。广州塔，可换乘三号线。广州塔，红色三号线。The next station is Canton Tower, the terminal of this journey, the interchange with Line 3. 好，我们来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广州塔，现在就搭这个地铁上去了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Canton Tower 广州塔，也叫小蛮腰。这里塔高600米，从2005年开始修建，历经5年，到2010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。它是我们广州的新羊城八景之首 Top One，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做客，看一下我们的小蛮腰。好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准备登塔啦。然后我们坐这个电梯非常快，这个电梯的速度一会儿一眨眼就来到这里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108层，我们现在的高度是433.2米，哇，好兴奋啊！来到了这里的广州塔，天通 Tower， 小蛮腰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这里就站在这个中国第一、世界第三的旅游观光塔。然后我们这里感觉是一览众山小，站在这个世界之巅，我们把羊城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，这里有很多的广州塔的那个纪念品的店，大家可以来选购一下自己的心头好。看有很多广州塔的雕塑啊，还有茶啊、酒啊，大家可以做一位手信呢，来送给朋友。
大家好，现在呢我们来到我们广州塔的户外观景平台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有很多市民游客都在这里拍照留念打卡。不过这里的风呢有点大，小心不要被吹跑哦。好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准备呢登上我们的这个摩天轮，有460米的，现在我们正在排队哦。好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广州塔这里摩天轮，这里有460米，非常的高，大家可以360度看一下我们广州阳城的风貌。好，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的 IFC， 然后珠江新城所有的美景尽收眼底，还有下面的海心沙，的确能领略到一览众山小的美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在我们正前方那里有猎德大桥，那繁华的广州都在我们眼底下。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过来这里尝看一下，玩一下。大家来看一下，这里就是460米的摩天轮，我们在这里呢环回一周360度，把广州尽收眼底，看着我们的阳城、花城别具一番特色。好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快要到我们的终点了，但是在我们广州的落日的余晖的衬托下，这里并不是终点，这里欢迎你们来体验一下新广州，这只是一个起点，对于大家来说 Welcome to Canton Tower。晚上好，大家，这里就是我们广州的夜生活，大家来到这个广州塔小蛮腰 Canton Tower， 大家可以领略一下我们晚上的广州，它别有一番风味。这里现在很多市民在打卡拍照，迎接我们晚上的广州。广州是一座非常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，希望你们来到广州能够爱上广州，能够领略广州独特的美丽。好，欢迎大家，拜拜拜。